各位標迷你們好，又是我 No.7 Watch 豬仔。鏡頭前面這一隻就是一隻星神的 PRX、豬仔介紹過好幾次的一隻錶，有些新的標迷呢未見過豬仔介紹這隻色的，因為當時我記得出這條片的時候呢是秒殺了的這隻色，因為這個呢很漂亮、這隻色星神的 PRX 裡面呢，豬仔呢就比較喜歡這一隻色和喜歡全金色紅面的，我喜歡這兩隻顏色會比較多，銀殼也不是不漂亮的，有些人喜歡銀殼黃面我會喜歡，或者銀殼綠面我喜歡黃面多過綠面的，如果銀殼就，但這個間金色呢硬是個感覺上面很高檔次，你看到它呢銀色的錶帶，銀色的錶帶間了玫瑰金色，跟著錶的錶面 dial 就做了一個深灰色放射性紋的錶盤，再襯托了一個玫瑰金色的錶圈，加上時分秒針都做了玫瑰金色，很漂亮啊，整隻錶的做工。這隻錶其實真的很值得擁有，甚至乎很值得擁有多過一隻顏色，我自己覺得是，因為這隻錶實在是從做工 到外形設計、外觀 到手感 到錶帶都是很正的，我真的覺得、再加上它收了個錶的藏了下去在四點位置呢，取其平衡感，整隻錶很平衡的、感覺，再加上了一個右邊位置三點鐘位置有一個放大鏡，很漂亮仔啊，我自己覺得整隻錶。那好了，這隻錶就用了這個星神的8210機芯、這個 Miota 的8210機芯呢，我們看看有沒有停秒、PRX 最大的爭議就是有些有停秒有些沒有停秒的，那豬仔今次回這批貨呢有停秒功能的，總共四隻是都是有停秒功能的，那我自己覺得哇有停秒添，我加上好正啊，所以呢即時要拍片介紹給大家，因為之前豬仔回過這隻款呢就沒有停秒的，有些是那這一隻有停秒，當然有些標迷不concern啦、但是呢我自己覺得如果有停秒的那當然是攞埋個停秒會更加正啦、好啦，咁呢個錶咧個錶殼啦上面咧就係、做咗一個一體化嘅錶帶啦，就冇做耳冚位嘅。咁你見佢錶腳位置度硬線條斜咳咗落嚟，好靚啊！依個做工拉近少少個鏡頭俾大家睇下先。你見到佢咧依度咧係做一個 curve 位咧，斜咳咗落嚟做咗拉絲花紋嘅，延伸到側邊部分咧做咗拋光嘅處理。咁咧旁邊咧都做咗一個間金色嘅效果啦，就係、銀色嘅錶殼、玫瑰金色嘅錶的嚇。咁、豬仔同埋咧特別中意玫瑰金色嘅，每次我講到玫瑰金色咧，我就話啦，我結婚戒指都用玫瑰金色嘅嚇、都係選擇玫瑰金色嘅，所以我中意比較中意玫瑰金色。同埋呢個放大鏡咧都比較正啊！你見到佢白盤黑字咧，再加上咗放大鏡，好清晰睇到日曆嘅。成日都有標迷同我講，佢話：，有冇日曆都冇所謂啦，我都睇唔到啦。呢個有放大鏡嘅，係啊，又睇到個日曆。跟住再加上佢用咗一個藍寶石嘅玻璃表面，藍寶石玻璃表面放大鏡，係啦，玫瑰金色嘅錶圈，間金色嘅電導，咁啊，豬仔咧就完全係 match 曬豬仔嘅要求啊！所以再加上佢雖然用 Miota 嘅8210機芯，但佢有停秒功能嚇。好啦，咁呢隻錶咧就手上發條咁樣捋下捋下嘅要，呢個唯獨是有缺點啦。我自己覺得就係真係佢比較難上手難上鏈嘅。咁但係老實講就唔需要成日上鏈，係咁以如果你戴係咁以上去兩三下咧，再自動嘅機械機芯透過個陀片帶動咧，就其實都唔需要刻意上鏈都得嘅。好啦，除非你唔戴咧，你就想去喐咧先要上鏈嘅啫。好啦，剔起個錶冠之後有停秒功能啦，係啦，見到停咗秒啦。跟住咧，我試下向下轉動，嗱，好好手感嘅，呢個好絕，有個吸絕力嘅。校時分針校到去六點零鐘附近呢啲位置咧，我係半格校嗰日曆。我記得校日曆咧，呢個都好好手感嘅。係啦，冇錯，嗒嗒聲嘅。一格一格跳嘅，好正嘅、那個感覺，再加上咗星神咧，通常都有快跳嘅、我哋睇下係咪老友。好，過咗12點係晏晝嚟嘅，再去多個圈，睇下佢個快跳係咪一聲。都唔係喎，佢都去到搭一先跳喎，都未算係最快，有啲係未夠12點就差唔多跳。好啦，咁啊，校完曬之後撳翻入去一個拉推管啦，呢隻錶咧就做咗呢個5個巴嘅防水嘅，洗手冇問題㗎。好啦，拉翻遠少個鏡頭先，俾大家睇真啲，好靚啊，好 bling bling 嘅成隻錶。
好啦，睇埋個夜光，屎分針加埋黑道咧都有夜光噶，秒針就做咗光身嘅，冇夜光嘅嚇，冇做夜光嘅。好，睇下個夜光先。哇，係 OK 喎，個夜光都嚇 bling bling 喎，真係。好啦，睇埋條錶帶，錶帶咧就做咗呢條總統帶啊嚇，非常之正啊，一體化嘅錶帶。首先一體化錶帶咧有咩好處？就係咧佢比較貼手嘅。嚇！佢冇咗冇做個耳冚嘅時候咧，佢背影都唔會降開嘅，好貼手喺大度，係啦。咁同埋咧，佢個 curve 做得好靚啊！見唔見到依度依啲做工啊？拉絲間咗一行炮鋼，嗰啲流線感好強嘅。仲有總統帶咧就像卜卜啦，戴上去好立體嘅，同埋咧做咗兩旁拉絲，中間做咗玫瑰金色嘅光身，好靚啊！條錶帶都好啦。錶扣位置咧就有摺疊式嘅保險錶扣啦，咁啊上面都有 Lisa 咗 Citizen 嘅 logo 嘅。咁撳掣打開咧，就做咗薄橋光身嘅。睇埋個錶底先，係啦，錶底咧就係呢個螺旋式嵌入嘅底蓋嚇。咁啊上面寫住咗藍寶石玻璃錶面啦、不鏽鋼啦，同埋呢個星神嘅8210機芯啦，日本機芯。好啦 ，WR 5.8嘅防水。咁啊舵咧就做咗呢個加亞金色嘅舵，係上面個板橋位置做一啲拉絲嘅花紋嘅。好，咁啊睇埋嗰個。錶個 size 先啊，我哋好啦，個 size 咧就個錶徑咧就做咗40mm 嘅直徑，係啦，咁啊成隻錶咧唔大隻嘅，點解咧？有啲錶迷嚟到啊，咦？點解呢只係40mm 噶啦？嗱，佢40mm 咧係計最闊嗰個位置嘅，嚇最闊嗰個位置。咁但係如果你上面少少咧，就已經係32、33噶啦，佢收咗落去，係啦，呢度34度嘅啫，個錶冠個位都係，咁所以咧，成隻錶咧就叫40，但係就唔會好大隻嘅 ，OK 嘅，我自己覺得嚇，豬仔手都比較溜嘅，戴上去但係都 OK 嘅，12.1嘅厚度，咁個 spec 就寫呢個11.7嘅，好啦，咁啊成隻錶咧個總重量咧就140g 嘅，140g， 有啲手感啊隻錶都，好啦，試下戴上去俾大家睇咩感覺先，咁啊嗱。試下拼上去啦，一隻間金色嘅星神 PRX 啊，我知好靚啊，我覺得搣開埋俾大家睇先，因為咧好有質感啊條錶帶，見唔見到？非常之靚仔啊！再加上咗放射性紋嘅灰色錶盤，好 sharp 嘅成隻錶。咁好啦，豬仔推介呢隻手錶究竟幾多錢咧？嗱，豬仔推介。出面咧就賣緊都2000蚊到嘅，要去到2000蚊、2000幾蚊添嘅。因為嗰、那個我睇下個 spec 先啊，個 spec 就好似係睇下先啊。香港建議零售價咧就3280嘅，咁出面普遍賣緊2000蚊至2300蚊都不等啦。咁豬仔推介1800蚊，1800蚊超值價，超抵玩嘅，1800蚊係啦。我老實同你講，呢隻錶如果1800蚊嘅話，真係好正啊！係啊，個性價比值好高，藍寶石加放大鏡加間金色嘅配搭色通，再加上一條總統帶。老實講，買條總統帶咁嘅質量都幾夠水噶啦，要嚇。咁、如果中意隻錶嘅錶迷咧，豬仔有4隻現貨嘅，可以喺錶題嗰度或者封面嗰度揾豬仔 WhatsApp 電話 WhatsApp 俾豬仔就得啦，打俾豬仔就得，話俾我聽你中意手錶，想喺佐敦店攞定荔枝角店攞，好冇？星神嘅 PRX， 咁希望你中意呢隻豬仔嘅推介。咁記得俾個 like 贊下豬仔啊！豬仔好努力咁介紹唔同類型嘅信錶俾你哋。如果未訂我 channel， 記得撳埋鐘仔訂閱，好冇？最後俾個近鏡大家睇多次。中意嘅就真係要盡快揾我，唔好錯過啊！因為依隻錶真係點啊，老實講真係實物好靚，好希望你中意。